来宾有大明星光临了，欢迎刘德华先生。要站起来吗？不用啊，这个要站坐什么？我们站就好了。刘德华先生，其实来过康熙几次了？来几次？然后上次被你陷害，当了你的女儿的干爹吗？哎，是他自己说要当我女儿的干爹。怎么可能有人自愿做这个事情？是你自己说要当我女儿的干爹。我自愿的。他有任何表现吗？所以你是只认了老大，还是说老二你也一并认？我只认了老大而已啊。那老二你要顺便认吗？都可以。因为你今天一句话，如果是干爹的话，遗产要就是到你三弟子。因为你遗产应该就是不少吧。你放心了，我会在走之前把它用完了。你要花在谁身上啊？你开始是不是？好，加油！因为我今天不好意思问他太多，因为我也有把柄在他手上。没有关系，大一题换一题嘛。好，好，那刘德华先生有光临过康熙来，可是另外有一位明星，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会对他好一点，毕竟他人生路才开始嘛。他是个孩子吧？是，不过演的电影。初吻是什么时候？不要问太多。欢迎徐娇，欢迎。徐娇是大家可能现在不太认出来，是《长江七号》的里面的小男孩，算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算你那时候被提，你入围的是最佳新人奖。新人奖不分男或女的。嗯，就是后来也有一个是分女最佳女新人奖，另外一个奖项。所以是被当女生看待的，本来就是女生嘛。少了，你是14岁对不对？对。她现在已经很高了耶。没有啦，1.5米。可以站起来看一下吗？有高吗？是，我觉得是少女的身材啊。我觉得是非常漂亮。是啊。谢谢。所以14岁可以开始对男生有感觉了吗？你没有，我不是要套八卦，我是说是真你。那你姐姐的心情，你小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差不多12岁吧。因为多少会开始有觉得男生帅，或者是有喜欢。我现在觉得我爸很帅。不要跟他争了哈，会吃亏哦。不过演过周星驰的电影的主角真的好厉害，很了不起。接下来在拍什么电影，会不会感觉到不够刺激啊？可是他合作完周星驰，又在刘德华。你知道一层更比一层高，这比你演艺事业的开始的时候高级好多。那也要看他会停在哪啊。你有演艺事业非常长啊。我知道，我们演艺事业比人家长，不是说。好了，我知道。好，剩下两位是熟人，欢迎贺军翔先生。Hello， 你好。欢迎。你跟刘德华一起演电影哦？第一次。是。这是很光荣的事哎。对，你是第一次演电影吗？第一次拍电影，刚好就是这一部。是，所以被通知要跟刘德华合作，有没有立刻跟朋友炫耀？其实没有时间炫耀，因为我回到台湾的隔一天，马上就要到香港，就是跟华哥还有大家是开记者会。嗯，对，其实没有时间炫耀。那周遭的人后来有透露出羡慕的感觉吗？一定有的啊，每个人都有，就是说，就是你在现场跟他的相处是怎么样？可是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太多时间相处到。所以以徐娇14岁少女的心情，他会觉得刘德华帅还是贺军翔帅？我觉得可能是贺军翔哎，因为贺军翔很像漫画里的人，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刘德华可能会在现场一直指导他一些人生大道理，那个女生就会比较解嗨，是吗？像个正直的前辈的感觉。徐娇谁比较帅？我觉得，刘老八他是属于像爸爸那种感觉。哦。然后，贺军翔就是已经变爸爸的感觉。贺军翔哥哥，被叫刘老爸会高兴吗？有什么不高兴？你叫我刘老爸，我就怕了。那更嗨！你叫他刘董算了，你叫他刘老爸更好。另外一位今天虽然是贵宾，可是是来帮我们问刘德华问题的，欢迎大 S。欢迎姐姐，大家好。我今天是要来问问题吗？因为妹妹身上有包袱，没办法问啊。可是因为很多题，下一部戏可能会找我合作，但我怕我问了之后，你有在怕这个？电影生涯受阻，对不对？因为我想要就是电影，所以你要走就外，对啊，就看你停在那里哈。你跟我偷了台词。可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跟那个刘大哥说声抱歉。什么事啊？因为大 S 一跟刘德华就是。得知要拍这部戏，我们全家就非常的嗨，是因为我很高兴之外，徐妈妈是很爱刘德华的，然后就是说宝贝宝贝，妈妈要去探班什么的，可是就被大 S 就完全的阻挡下来，因为我怕我妈整个就是穿露点的睡衣。
结果呢，在片场闹出丑闻，对，就整个已经躲了一整个拍摄的那个期间，就刘大哥来到台湾，听说昨天晚上好像跟我妈吃了饭，是不是？对啊，已经见到了。因为而且你知道我妈真的好失礼哦，她那么忙，然后派你妈出去跟她吃饭，而且你知道我妈多不要脸，怎么样？她吃饭前还化了浓妆。我穿低胸的礼服吗？我记得有低胸吧？没有，没有。她不是有露乳沟？她有触摸你吗？没有，没有，没有。起码有一个拥抱吧？有拥抱到。对啊，对对对。那她香吗？啊？她香吗？香。很像，有时候还不去买肉，你不要一直问这些怪问题。没想到当你妈也那么惨，整个晚餐中间，对啊，气氛是谁在掌握？我就以为一人惨哦，你妈也很惨，她妈妈超惨的，最惨的，对啊。所以昨天吃饭整个饭局的气氛还好吧？很热络，然后主要一进来，徐妈妈就用高亢的声音就说：“啊，我的偶像！”然后就开始稀稀疏疏，我说：“我敬你一杯。”可是因为华哥不喝酒，所以徐妈妈就只好自干三杯。所以妈妈的穿着就是也合理吗？蛮合理的，就虽然没有露那个乳沟，但很紧身。所以刘大哥以后的人生会跟徐家很焦急耶，因为他要把遗产过户给我，还要跟徐妈妈一夜情。我觉得这样在辈分上有点古怪，他有跳过你们这一代，直接跟上面跟下面。我是两代的人，两代同事太忙了。啊，今天呢，刚才刘德华先生已经放话，就是说乱问问题的话，电影之路会受到阻碍嘛。是，所以我们两个不往电影圈发展，应该可以大问特问吧？你先，毕竟你是前辈，你是不想做人的。徐不是好好先生吗？你不是好好先生吗？我有另外一面的，我是两个 generation 的。可是我好好先生是这一个，上一个就不是。可是大 S 还就是跟你跑完一轮宣传，就一直跟我讲说刘大哥人好好。对。然后说有些时候媒体问的问题会稍微尖锐一点，尖锐直接。然后说刘大哥都完全没有发脾气，然后顶多就是以撒娇带过。对呀。所以就照理说你应该是不会在现场了。现场要揍人是不是？所以大 S， 你跟刘德华合作的时候都不敢问他任何问题，真的不敢嘞。有要偷偷跟我们讲什么？我们替你问吗？啊，可是因为他不是好好先生吗？可是你没事，你干嘛要去打探人家隐私呢？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没有隐私啊，报纸都报过。哎，我要先回家去。不是，刘华先生今天到康熙来了，是拿定主意说我们两个不会问别的事情，除了拍电影的事之外，别的都不问。我怕你，不怕就是你问我不答而已啊。可是刘大哥，你的心情，他已经在开始装凶了，怎么办？你的心情是不答，但是是真的生气的不答，还是说是会用比较柔和的方法？当然，镜头前面就柔和一点，对对。录完影再揍，还是那个。可是，你可以问，你随便问。你到现在一题都没问，你就一直在数。这个节目就是能问吗？能问吗？然后他就一直耍狠，可是他也没有回答，然后你想怎么样？就40分钟都在说，那到底可不可以问？他就说你问你吧。我说我可以问几题，他说随便你。你看过电影里面两个人打架，那你揍我啊，那你揍我啊，揍啊！小孩的那个，你对先动手啊，你先动啊。不然这样啊，我跟你讲公平一点，就是说。你让刘德华问一题家暴的，你就回问一题。你很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人啊？还是说我们来玩？我问你一题，你问我一题，老实回答。谁跟你玩？你真是不要脸！你是随便乱说的。你们俩好幼稚哦！所以，那让贺军翔问好。对对对，问他问他。哎，你要不要问一题关于刘德华的感？他问。你不好奇吗？你跟他合作一部电影，哎。其实不会，不好奇，就是觉得，因为其实本身是他的粉丝嘛 ，OK， 所以觉得他做的任何事都会支持他。所以你也是俗辣就对了。非常大俗辣。你怕他？你是他的粉丝，那你当初看到跟他有关的新闻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哇哦，哇哦，然后哇、wow、之后是很为他高兴，还是说怎么会这样？当然是开心呢。嗯，开心什么？开心就是耶、yeah。你的词汇怎么那么短呢？哇哦耶！我感觉好像多讲多错的感觉，我也就会觉得很恐怖啊。好，不然我只要问一题比较生活化好了。嗯，就是刘大哥平常会跟那个，就是你知道
太太去看《康熙来了》吗？剪辑太好吧，剪辑很客气啊，这题没有什么啦，可以放轻松，放轻松，不要怕。这题算很生活化吧？生活很生活，蛮要命的一个。真的吗？这题很客气耶。没有啊，就是跟家里人一起看，没什么特别。那他会觉得好笑吗？我一家人都觉得你很好笑哦。你看他一直用眼神恐吓我，为了收到，所以我不敢看他，我从这边飘过去。那还是说我把他眼睛蒙起来好了？那个，好了，我再问一题就好了。所以过年的时候一起过的吗？当然了。嗯，我再问最后一题好不好？好好。那现在跟太太一起入眠的时候可以牵手吗？我不懂什么，翻译给我听。入眠。就比如说是睡觉的时候，对，就是这样子的，这样一起睡啊。这太私人了，我不想跟你说哦，好不好？拜托了。拜托你不要问了，那个太那个了。太多了是不是？对啊，多了一点点。那我再改一题。对。改。那还是说你们入眠的时候，你会不会从后面抱住他？一定要问入眠有关是不是？好了好了，我觉得我细胞已经死了20000个。好，我们坐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电影了，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OK， 可以。因为我们坐下以后就不会再问家庭。我怕什么？哎，所以请问我们刚刚的问题已经有超越媒体问你的尺度了吗？入眠这肯定的嘛。你们对啊，你们的比较好玩啦，比较好玩啦。所以媒体有没有问到真的是让你有不开心的题目？没有，就家里的生活嘛，也不是，就从以前到现在还是一样，没有。私下我跟你聊没关系，但是在镜头前面聊到那个，好像用来做一个节目的一个趣味，我就不觉得。那你们两句话就是聊吧。我们麦克风会传过。其实是有牵手吗？是有牵手吗？骗了。好，事实我都跟他讲了。真的啊，所以入眠的时候是有牵有抱。贝刘德华看过你素颜吗？有啊，我拍戏的时候几乎都不太化妆的。那他有称赞你皮肤好吗？没有，但是他在北京有直接的跟媒体说范冰冰是比大 S 漂亮。因为他在嘛。他在不是才要说他漂亮吗？他在反而可以讲啊，对，因为在他背后讲他没有就不好了。对，事情就这样。所以范冰冰、大 S 跟小 S 谁最丑？我以为你问最谁最漂亮。谁最丑？谁最丑？你呢？可以了吗？这话你还会发脾气？怎样发脾气？啊，不然那个以干妈的身份，就是干亲家的身份，他的表现你有满意吗？到目前为止，他做了你大女儿的干爹之后，他是有在节目上口头说是我女儿的干爹，结果呢？可是也没有任何的表示啊。今年呢？因为你知道就是干爹干女儿的习俗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你认了她是你的干女儿之后，你就要包大红包给她。对呀，过年的时候应该要带给2000万左右。哇，就是逢年过节都要给啊，教师节啊，什么清明节，所以在台湾很少人很少干爸，很少，只有你们这一组，就是会出现20几岁才会有干爸的那种。可是红包好像真的是要给的。可以啊，不过干女儿应该要磕头拜年。我女儿骨头还很软，连磕头都不磕就想要拿钱，这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如果真的是以干爹的身份包红包给我女儿，你大概价位是在哪？应该包多少？大概2000万。好，节目完毕了啊！我要拼命去赚钱，这个也不答应，你也不给钱，也不跟我妈发生一夜情，到底想怎么？先带女儿磕头再说啦。好，这一次大 S 跟刘东华还有徐佳、贺军翔一起演这个电影是科幻片，对，大家很惊讶，就是因为你演鬼片，我们已经很惊讶，然后你还演科幻片，对。那当时答应纯粹就是因为要跟刘德华合作，是不是？是，就没不管他拍什么，你都想要跟他一起拍。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这人就是喜欢拍一些比较另类题材的东西。然后因为亚洲敢拍整部片都是科幻片的人很少，因为那要真的很有种的人。是，因为那个电脑特效啊、后制那些都要花很多钱，又要很高科技，通常只有好莱坞敢拍这种类型。那既然有导演敢拍那么困难类型的电影，又是跟华哥一起，因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人，如果他都敢拍，那就代表应该会成功，所以我就接了。可是跟他合作之后，跟和你之前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呢，就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以前不是传说他非常的努力、很勤奋吗？可是你现场看到之后，你就会才知道比传说中的更努力、更勤奋。因为好像是不吃淀粉，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吃东西，然后他每天有在接起来嘛，他说他更努力、更勤奋，然后你接不吃淀粉，没有，就是他很努力、很努力的在维持身材。对，所以你本来就有想跟他合作。对啊，你看中他什么？可以亲啊，可以。有亲热的戏，有亲亲戏，好像只有到轻轻碰一下，是不是？没有转头。可是转头的时候就只是唇碰唇嘛，并没有说真的怎么样。所以刘德华亲起来怎么样？很可口。不然嘞？可是这个戏好像很曲折，拍摄过程有点曲折，是不是？是。是完成了多久？我们拍完到现在已经是两年了。然后这段时间都在做后制。你不是说那个做后制的人已经做到牙齿都掉了吗？对。老板他不是后制，他是老板。老板对，老板做压力太大，是不是？对。对啊。好，我们今天有片段放给大家看哦。有人说你是超人。谁说我是超人啊？还不过来扶我？我可能。一个月后就走了。如果我愿意只爱你一个月呢？感觉很厉害哎！那个做的蛮好，对，很高科技耶。是的，而且我刚才看到你们俩接吻，你是有吸到哎，就是吸到你这都凹了耶。张开口一定是这样。你有在用力吸我姐的唇是不是？当然了，吻呢？能这样啊？可是你现在对吻戏应该是已经完全麻痹了吧？不会啊，就还是有在放感情吻吗？有啊，一定有。所以你当时是有轻微的爱上大 S 吗？我会爱上他，对，真的。那有爱上范冰冰吗？也有啊，但是他过去了。所以你跟刘德华一起演戏的时候，除了勤奋的那一面。有任何符合你以前对他的幻想吗？他真的很 man， 非常的 man。就是我们要拍任何危险的镜头，有一个我记得我要拍一场戏是要从，可能摄影棚的那一头掉到这一头来吊威亚飞下来，然后华哥已经收工了，可是我那时候很害怕，因为上面有个屋顶，我怕他用力一拉，我头就撞到屋顶，然后就摔下来。他就说不要怕，我站在这边，你就往我这边过来就对了。然后他就站在镜头后面，我就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住。有真的抱住你吗？就把我抓住啊，因为他知道我落地一定会不稳，他完全有经验，他就保护我。你知道我们访问过这么多女生，各个辈分的女明星都有，很多人就是还是说他们最爱就是刘德华，连那个刚参加选秀的小朋友那种大还没大学毕业的，也是说他们最爱就是刘德华。对，所以我认为刘德华就算碰到徐娇这种十几岁的女生，应该还是要像偶像一样的放电。而不能变成长辈才对啊，不能有刘老爸的感觉。对，你为什么不在徐娇面前，还是你应该还是要摆出性感偶像的派头来才对吧？我没有啊，我觉得他一举一动就真的很像自己爸爸一样，就像爸爸一样。我觉得你这句话应该是完全得罪他了，因为好像不会有帅的男明星一直说一举一动是像爸爸吧？对，那个比较适合是给像寇世勋、张晨光，对吧？就他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那种很梦中情人或白马王子的样子。就是他在戏里面很照顾我。然后因为很冷嘛，然后拍完一段就马上为我披上衣服，然后带我去有暖气的车里面啊，这样。可他如果为坐一坐这样，他如果为别的女生披上衣服，那女生就会觉得好甜蜜哦，就是、是那种感觉。你不觉得？你觉得就是爸爸帮女儿披上衣服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吧。我是说很有道理的，不好意思啊。是说我跟就是已经成年的，对，就是你还是一个孩子，对那些比较没有去感受他。可是刘德华有在现场帮你披东西吗，姐？帮大 S 有，而且他还帮我那个贴暖暖包。你是把手伸进衣服里吗？那不是有触摸到你的肌肤？就当然是要里面还有卫生衣啦，就是把我的外套拉开来，然后帮我贴在背上。
我妈也很怕冷哎，你要不要贴一下？你现在打电话叫你妈来吗？在电视上直接现场表演。所以她当时把手伸进你衣服里的时候，你不是我就羞红了脸啊。而且其实我背上已经贴了，但是我还不跟她说，还是让她再贴，所以最后变驼背嘛，贴太厚。而且跨年的时候呢，华哥就送了我一个礼物，打开一看就是一条围巾。就是让他感觉哦，在外地还是有人照顾关怀，嗯，所以妈妈现在睡觉应该是抱着那个围巾吧？现在在我枕头底下，我已经抱着。所以这个电影已经拍好两年，在你经历过的电影当中，这个算距离上片时间比较久的吧？现在的都差不多，这个只是多了一点点而已，就是电脑嘛。但是其他的电影都是差不多有八个月、十个月，现在。做后制就是要做那么久。可是你现在还有在担心票房这件事吗？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如果不担心的话，就我觉得不是艺人。所以如果万一不好，你也会担心节目会不会让人看，对啊。所以如果不好，你会有到痛苦吗？会不好会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还没上，但是我们都看到，其实有些地方都会不好。我们也知道，就下一次如果再碰到的话。再碰到王晶的话，可能要再多花多一点时间，整个在设计上面要完整一点，早一点跟他说这样。可是王晶在现场敢指导你吗？敢，但是他会讲，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哦，对，你会跟他反驳就对了。对啊。哎，那现在那些新的年轻帅哥演员的出现，你有觉得怎么就是受到威胁？对，威胁了很多年了，每过几年就会有几个嘛。所以像贺峻翔这种，你不会想要打压他，让他晚一点出来吗？这个无能吗？可以啊，就不要叫，不要让他演就好了。不会不会，就是他刚刚说要找他的时候，他们公司还找我问我，我就跟他研究了，就是在这个戏啊，如果真的要表现自己演技啊，或者什么样那部分的话，可能要考量一下，像黑马王子的那种，那就可以来试试看。对，好像没有演过喜剧。还没有。对。对，偶像剧里比较喜感的是有，可是没有到说整部喜剧是没有。对。所以刘大哥，你都没有眼中钉吗？比如说，就每一个阶段出现一个，就觉得会有的。所以你之前的眼中钉是谁？已经不在了，就是已经不没有在演艺圈了。所以因为那个，只要我觉得他不行的那些，他自己就慢慢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见了。你是有在做？因为他那个是，对不起，我们可以把小本子拿出来。因为大部分都是女的。你跟女生计较什么？我没有，有时候看到他们行为好像不好，就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是说耍大牌那种是不是？哦，很多。你哪一种行为会惹到你？我前一阵也跟他说，哎，有些人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有服装嘛，比如说我们换那个吊钢丝的时候，不是要脱鞋啊什么什么的，他会，我们看到人家帮我们解那个鞋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哎，不用，我自己来。有些人是这样的，哎，有演员是这样的，谁？你一定会说，我不会说，我不会。我说了，不是。我看了你很多节目，你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他们也不在演艺圈，演吧，你们俩太你应该只是过去吃他豆腐。所以你讨厌耍大牌的人？很讨厌。我觉得你刚刚听到他讲这件事，你应该很羞愧吧？因为他在化妆室都是把脚伸出来，让人家帮他穿起来。也没有，但是我练舞的时候脚受伤了。你刚刚20分钟前在化妆室就这样啊？因为我手要忙着就是吃东西。不过现在聊话。在聊拍片的事情，所以其实只要跟拍片有关都可以聊吧。好难吗？对，我还是。拍片期间有没有每天打电话给他？没有。我从来你是替他回答吗？我从来没看过他使用电话，所以都是 MSN 吗？我不知道哎，总要用简讯吧。可是我没有看过他拿手上拿着手机过哎，怎么可能？真的，其他演员肯定都一直拿，就
休息的时候就会打一下简讯什么吧？休息的时候会。会跟家人就是聊一下天吧。然后刘德华不拿着手机？我从来没看过。没看过。所以连喊卡、连喊卡之后也都不打电话吗？为什么？没这个习惯。可是不用跟家人报说，哎，我该拍一个好难的动作，就不过还好没受伤。不会。我试过一次哈，我试过一次是吊钢丝，吊大概六楼，然后反过来是往下冲的一个镜头，然后一下到差不多到地上就把那个女的抓回来的。嗯，我是一路拉一路看到下面那个还在讲。你说下面那个女生还在讲电话？对啊，怎么会这样？那这件事应该也惹到你了吧？这样就不够敬业啊！我那个时候有跟她说哦，有跟她说。你怎么跟她讲说你这样？我下来之后，因为我本来是一路上，然后到那个停镜头是拍不到，大家准备，预备，三，她才关电话放下来。哎，很敬业。所以这个女明星现在还在吗？还在。不要把他扑倒在地上。但是那种他，我可以说是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不是有恶意，他不是故意，或者是他已经习惯了，真的习惯了。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哦，但是他还是这样。嗯。可是为什么从你口中觉得好像你觉得讨人厌的女明星比男明星多？会。讨人厌的男明星也很多哎。我没很少碰到，因为钱都给了我一个男明星，都没有请其他的男的。你问大 S 啊，你应该有遇过很多讨厌的男明星吧？我觉得男明星都很好，很敬业又专业。你在家不是这样讲的吗？很多男明星就爱漂亮什么的。爱漂亮，对，就是也是可能是到上场前一刻还在补妆吧。大 S 无所谓吧？大 S 替刘德华挡掉刚刚那一题耶。你说那个报平安的事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在片场常常打电话回家哦。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是坐在那个 monitor 前面，然后他就会很专注在现场的工作上，会跟导演讨论等一下要拍什么，然后现场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过他在手机里面讲说我也爱你什么这些话？连手机我都没有看过他拿过。所以刘大哥，你是有在防守吗？绝不让其他人听到你跟别人说。不要担心，宝贝，我爱你，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没有在现场，就是回到饭店才讲，是不是？对，回到饭店，所以回到饭店都有打。我没，对啊，就当然了。可是还会讲到说爱你吗？会啊。用娃娃声吗？我不会。就是用很 man 的声音，是不是？我爱你。你老婆还说你是谁啊？秦小明吗？你是谁？打错了。曲终很配，总算问到一题实际够了啦，记者赶快走了，好不好？为你们问这些，有意思吗？好，刘德华这一次拍片的时候，经历有很多惊险的片段，我们来看。一二三，哇！王力，哇！哇！看。你人不要进来。没有一个人要进来，我叫，刚才没听到人家说吗？华哥，我同意，哎呀，你叫我哋就即刻过去。如果华哥不说话，我们都不过去啊。我再嚟多个，好吧，好啊。一二三，过来。重的吗？超级重的，所以被压在下面不就会痛吗？他本来是滚过去，哦，结果他就停在那儿，停在那里，就一直压。不是，是那个是已经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不是说呢不要进来，我们不是在骂吗？那个就是我工作人员，他不是我们拍戏的那个，他是我助理，他不知道，他就看到哎这样压住他会不会就跑进来，结果那个镜头不能用，对，他想过去救你，对。可是那个被压住，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气把它拨开，让它拨开，拨开，拨开。所以你是真的被压住了。对，都被压住。用替身这件事，你也觉得没办法认同吗？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是因为大家研究，这是可以的。就你熬得过去。因为那个头鼻子滚过去的时候，这里鼻子这里有一个空，有一个空位，我们可以躲在那个地方。哎，可是大 S 有跟我讲电话，他说。你们有一个那个要用 key 板还怎么样？嗯，然后他有那个华刘大哥有穿紧身的那个衣服，对，是非常紧，很憋的耶。对，就他只有露了一个脸，因为刚刚那个警察的那个服装现场，他其实只有一张脸，然后从头到脚都是包绿色的紧身衣。然后要对戏之前，华哥就说：“我等一下穿的衣服，你不要笑哦。”然后我想说有什么好笑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蝌蚪装出来，然后把脸包起来，然后他自己就觉得很害羞，然后就说你们旁边人不要拍照，绝对不要拍照，拍照我生气了，因为那整个曲线会很明显的，所以你有看到吗？我也不是故意看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更丑，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护挡，对啊。买了一个穿的哦，你把它就是弄一个东西这样挡起来。对啊，那个很丑。刚刚就还有媒体第一次出现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媒体啊，然后出去了又看到咦媒体在，我不能回去啊，然后就站在那里，就不是有一个镜头给换那个吗？还要张开这样，那你不就整个他们一直在拍，就拍出来效果怎么样？很惊讶。所以也是你心里会觉得丢脸吗？穿到那种紧憋憋的衣服，会。所以现在还是会演到让你害羞的戏，是不是？对啊，所以你到现在还以前拍了很多很多床戏嘛，就是拍很多跟女孩子那个还没有分三级啊二级啊的那个时候拍了很多，现在反而紧张，反而现在只要我脱裤子拍的戏，我都不敢，我都会紧张。所以你以前有拍过尺度过宽的吗？你现在非常懊恼，有很多。是到多哇，很多。我记得他那个王家卫第一个片子《旺角卡门》，他好像有一整段戏都穿着内裤，哎，床戏，对，是不是？有。所以你现在看到有觉得很懊恼吗？会啊，那个时候有点胖。拍那种要裸露的戏，你会塞一些东西让他看起来，你知道？不会，我会穿一个红色边的一个内裤。肉色的，他们就乱拍，那就一定是红色一条边的。所以我拍了一个叫《肝胆相照》，就跟台湾的那个萧红梅的那个，我就是穿一个小那个，整个戏中间都是很多床上的戏。所以你现在是怕觉得最不适合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开始害羞了？害羞了，真的害羞。所以如果戏里面有床戏，你会跟导演说删掉啊？尽量不要太过分。比如说色戒的那种，我就真的不行。色戒那我也不行。你也不行。哦、对啊，那好，再不用找你演。对，太怪了耶。色戒你应该也不行吧？不行。所以太猛了，真的。那刘德华在现场的时候，有让你感觉他是很爱美的男明星吗？没有哎，就我除了看他擦护手霜之外，没有看过他特别爱美的样子。可是像投名状那样，要擦很多黑黑的在脸上，那样你会觉得丑吗？不会，我觉得很好看，很帅。你知道有一次，就是在那个三个月嘛，我守在那个南京那个城三个月，那我就回去拿那个篱笆洗啊，洗干净就找化妆的调一下，就还弄了，我觉得很漂亮。出去看到另外两个，就是金城武啊，还有李连杰，很干净的。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跟导演，你知道，导演怎么样？这样好吗？你回去洗一点了，就是。又是你太夸张了，想要做敬业一点，就被导演嫌弃。跳舞还有在练吗？跳舞做节目的时候，你还有在练舞？还有，你现在还有空练舞？有啊，练什么？练一下，因为他那种两个人的那个，其实对拍戏很好。因为对打的时候。有时候打的，因为我们拍打的时候，就是要两个人怎么样？比如说我踢你，如果你找那个力量没有到你那个，你没有撑，
那我可能会往前倒那样。其实是两个人的那个重心的那个转移、所以你现在是爱跳哪一种舞？我没有，我就是看到新的就学一学，练一练。又来了，又来。你还一个人跳，你都不理他，你还挤我啊？我是谁啊？主要陪他跳两步吧。哎，导演刚才没拍到啊。他演唱会有跳国标啊。嗯。你不要了，来了，不要跳了，那个真的不要跳。他在劝你不要，你管。我叫你六，抱住人，抱住人，好厉害哦！近哎，真的，我知道，我跟他对看，很近哎，你疯了吗？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你弄起来？他刚刚那个你要练呢？没有，他刚刚完全把我弄起来啊！是，就因为那招我跟你跳过，对我把你弄到地上，我就是完全是躺在地上。我知道，他刚刚还这样甩，就他还把我这样推着，拖起来，对不对？他让我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所以他是算高手。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就是要传达刘德华力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宗旨。太奇怪了吧？所以因为我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跑去看嘛，对不对？然后他除了跳国标之外，他还大露肌肉哎。对。他有在演唱会里把衣服扒掉，然后没有啊？有啊。上次在台北的时候有。有吗？你很多场都只是一个吊带的了。哦，没有，就是拉起来那个，因为我要六块的腹肌。在时装库里拉一拉的那个哦，就是配合歌词。对。可是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吧？你很好啊，你厉害，你上来的，你力量也很大。你刚才就我看你，徐娇在电影里面也有掉 Y 吗？有啊。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害怕到哭？是真的吗？没有没有，那是记者乱写。所以其实你有自己把这个做完，是不是？他是还没掉之前哭的。真的有哭吗？没有，是因为就是不知道下一场是要吊威亚嘛，然后刚吃好饭，然后就忘了，然后就跟樊少皇哥哥一起去玩那个电动，就是那种一直360度，然后就玩到胃抽筋。那当时是只是胃痛，根本是不是对威亚的恐惧，是不是？不是，不怕吗？一点都不怕，好好玩哦，我觉得。你演《长江七号》的时候演那个小朋友，那哭的戏都是。有一场大哭的戏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试嘛，试的时候，然后都试了好几遍，然后眼泪都已经哭干了，再拍没眼泪了，然后结果就拍了两个晚上，整整两个晚上那一场戏。所以你当时酝酿的时候是怎么酝酿？你要想一些痛苦的事吗？想我的狗狗啊。你家狗也死了吗？不是，是，他家狗在看电视啊，想说你明明活得好好，生死未卜的那种。哦，不见了，不见了。啊，他的字都用得很优雅哎，他用酝酿、生死未卜，还有坚持。你有觉得你讲话比同年纪的小朋友成熟很多吗？可能会有点，但不会很多。那你跟他们聊得来吗？聊得来啊。所以你也会聊比较幼稚的话题吗？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就是可能跟你们很小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还会有点差异的吧，其实现在都蛮成熟的。就你言下之意是一直要嫌我们很老，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谈了好几遍，就是说我们之间的那个年纪有差。你不要这样为难他，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讲话吧？是，小 S 很直接的，你直接跟他说可以。可是你之前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有觉得小 S 这个女生很疯狂吗？非常疯狂。你喜欢疯狂的大人还是礼貌的大人？疯狂的。这样的话，我觉得跟我们小孩子比较合来吧。又在言下之意说我们老了，好计较这件事情。所以这次的片子当中，刘德华是演一个未来的警察。对。那贺军翔是他同事吗？贺军翔是我同事。对。对。所以你是什么？
他是队长，我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刑事组的那个警察，都是警察，嗯，所以警察之间有爱情，现代警察。哎，我不懂为什么这种超级大片会请陈建州客串呢？其实我也不懂，你何苦之前我要讲这件事？不是因为找黑人去客串，就想说，哎，会不会就是你知道有点闹着玩的？因为这部戏感觉 是你做的吧？不是我做的，我没有。不是你推荐吗？我没有推荐。那他从哪冒出来的？可能是老板来跟我开会的时候在门口堵到，然后他就说我也要演免费吧。自己推荐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在那个内地演出的时候，他只要一出来就一定是铁效果。哦，真的，啊，观众很喜欢。所以这一次的电影，你们希望观众看的时候是把它当喜剧看还是科幻片？喜剧看呢？喜剧吗？喜剧，就希望观众还是笑得很高兴。他是笑的，OK，他是笑的，但是他因为因为我们讲到那些事情啊，爱情啊，然后亲情啊，那些都有一点比较严肃。如果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再轻松一点点的话，那可能整个戏会比较慢。是，那现在是开心的。我想最后应该可以再问一题有关电影吧，芯片上大家会看。哦，这题很公平，对啊，应该可以问。刘德华最后一题了，所以这部电影上片的时候会带太太一起看吗？不会。为什么啊？为什么？很少，所以让他自己看是不是？他，我不知道他看不看，所以你不会带他去首映典礼啊什么这些。所以他没有在迷你的电影哦。没有。认真回答还怎么了？可是很短啊，一直措手不及，还没有想到。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要让夫人一起出席公开的活动嘛，是这个意思吧？对，是吗？就颁奖典礼什么都不会带他一起。哎，可是万一被你发现夫人是看盗版碟，你会怎么样？我连电影都还没有出，他就说：“哎，我看了。”然后说：“你怎么看？”我说：“我看盗版碟啊。”你会跟他发脾气吗？这是我能够想到最怪异的。对啊，我听不懂这一点。这点怎么会？最后是要宣扬看正版是不是？这么健康，把整个节目导正吧。所以整集就刘德华力大无穷，以及请支持正版。好了，去电影院看吧。好，希望电影成功，谢谢喽。谢谢，谢谢。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哦，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